今天我们是到这个铁山的区域去钓一个淡水的池塘，这边有这个白须公，这个非洲鱼。今天我们用的是这个鱼粉，这个纯鱼肉的鱼粉，两盖加上这个红料，再加上这个发酵的黄豆油，这是味道比较重的酸味。然后掺在水过后，把它掺进这个鱼料里面，调拌均匀。就是这样子。你看我喜欢，就是干干的，这样。可是捏的时候要有技巧。你看我捏的时候，我不是捏圆圆的，我都是捏方的。为什么呢？你只要捏紧那个鱼钩的那个铁，然后旁边呢会散开。可是中间呢就不会散开，然后我们就把这个鱼饵投下水，我们确保每一次投在同个地方作为窝料点，不要偏差太远，方便那个鱼到一个地方进食就好了。这个是我自己用棉花棒做的一个标记，做成三角形捏扁，这样子扣下去，然后方便我们看鱼讯。我们仔细拉近一点看一下，它是这样子的。当这个标记上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打掉。今天我们钓获的这个鱼呢，当然有这个主角，这个红非洲鱼，还有刚才我们第一条那个白须公。其他的呢，有泥鳅和这个红肚鲳，今天就到这里啦。